和潍坊热擀面，这个被我煮黏糊了。我这个酸豆角是送的，这个和潍坊热擀面快手官方来活动了，直接减两块，17.9到手六包，然后再送这六包酸豆角，相当划算又好吃。调料自带的。被我多煮了一把火。太香，吃饭，今天我们吃鹿茸菇煲排骨汤。特别鲜呀。我这里面就放了一点点姜片，葱葱。放了盐，这个鹿茸菇拿来炒，拿来煲汤，好好吃。这个汤好鲜，新版出鹿茸菇，18.9给姐妹翻两包，四包更划算。到家清水洗洗，拿来炒，拿来炒五花肉，拿来炝炒，炒瘦肉，然后拿来煲汤，拿来炖鸡，拿来凉拌，烫火锅都好吃。
煲鸡汤、排骨汤、鸭汤，配料比较干净，嘎吱脆。煲汤的时候最后放下去煮上三五分钟就可以了。